士兵们，距离目的地还有三十秒，这场战斗我们必须拿下，打起精神来。这次给你们配发的武器是 AK-117， 它射速快，穿透力强，后坐力可控，非常适用于这个战场。像这样配装，最大限度发挥它的特点。任务开始，防守 A 楼，第一时间沿这条路线突进，把敌人限制在 A 楼小房间里，发挥强制穿透性的优势。完成这项任务，给我占领这个垃圾箱，这是非常好的蹲守点。击倒，不要去中路或者 B 通道，这里太开阔，敌人太多。在楼道区域卡住中心距离，就算无法击杀敌人，帮助队友穿点也是你的重要任务。消灭目标，记住，这是一场团队作战。准备下一回合的战斗。